林良品评鉴推动小组，在我们陈宝基主委的带动之下，我们有内外的专家学者，然后那组成的这个团队有19位哦，经过非常严格的筛检以后呢，我们现在选出10家金赞奖、30家礼赞奖。那同时呢，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产品哦，都获得哈云林良品的品质保证哦，特别的恭喜我们啊获奖的这些云林良品，那整个行销的通道我们会极力来打开。无论是国内国外，包括国外，我们也希望积极的拓展国外的行销管道。谢谢我们云林县政府举办这个云林良品的这个展示评选会，然后让云林所有的优良业者的能够透过这个评选，把优良的产品，然后透过云林县政府的推动，然后让全台湾的民众可以看到我们云林的好东西。云林县政府张县长可以把他属辖区内的农产品价值哦，就透过云林良品把它的价值提高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。我们从这一次的评审里面可以看得到，云林到处都是宝藏，到处都是宝藏。从一级产业一直到加工业，都有它非常有特色的地方。云林良品，必胜精品。